属雷人天品第十三。那时世尊积金石壁，幽摩地藏菩萨摩诃萨顶，礼作誓言：地藏，地藏，你自神力不可思议，你自慈悲不可思议，你自智慧不可思议，你自辩才不可思议，尽数十方诸佛赞叹宣说你自不思议事，千万劫中不能得知。地藏，地藏，寂寞尽力在多利天中，以八千万亿不可算，不可算一切诸佛菩萨，天龙八部大会之中，在以人间诸众心顶，未出三界，在火体中者，复属一路，无量世诸众生，对恶处中一日一夜，何况经罗五无间及阿鼻地狱，动经千万亿劫，无有出奇。地藏是南阎菩提众生自性无定，十恶者多，终发信心，事务急退，若无恶言，念念增长，依时之故，五分时行，必千已化道，随其精进，离道脱智。地藏，我今殷勤，依天灵，将复属依汝。未来之世，若有天灵，即善男子、善女人，依佛法中，将孝善根，一摩一顶，一沙一滴，逆依道力，拥护世人，占修无上，不能退失。何处？地藏，未来世中，六天六人，虽业报应，落在恶处，临对处中，或至文秀，是诸众生，六人念得一佛名，一菩萨名，一句一句大乘经典，是诸众生逆依神力，方便救拔，以是人所现无边身，为垂地狱，天灵升天，修行妙乐。逆时世尊立说偈言：天灾未来天灵照，我今殷勤佛属你，以大神通方便道，无能对在诸恶处。逆时地藏菩萨摩诃萨乌龟合掌别佛言：世尊，唯愿世尊不以为奴，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依佛法中一念恭敬，我以八千方便度脱世人，以行书中速得解脱，何况文殊善师念念修行，自然以无上道永不退转。说是彼时会中有一菩萨，名虚空藏，别佛言：世尊，我自知道理，闻已如来赞叹地藏菩萨威神势力，不可思议。未来世中，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乃及一切天龙，闻此经典，及地藏名利，
或占礼形象，得几种福利。为元世尊，为未来、现在一切众德，略而说之。佛告是空中菩萨：谛听，谛听，我当为你分别说之。若未来世，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见地藏形象，即闻此经，乃至涂香、香花、饮食、衣服、珍宝、布施供养，赞叹赞礼，得28种利益。一者天良何念，二者善果立增，三者即先上因，四者菩提不退，五者以失方足，六者即意不灵，七者离水火灾，八者无道则恶，九者人见清净，十者神鬼助持，十一者入转难心，十二者为王行路，十三者端正上好，十四者道生天上，十五者即为帝王，十六者速地灵通，十七者有求皆成，十八者惯俗烦恼，十九者诸行消灭，二十者业道应除，二十一者气处尽通，二十二者夜梦安乐，二十三者生亡离苦，二十四者速福寿消，二十五者诸行赞叹，二十六者聪明离经，二十七者了诸民心，二十八者毕竟成佛，何处是空中菩萨？若现在未来天龙归神，闻地藏名，礼地藏行，学闻地藏本愿事行，赞叹赞礼，得七种利益。一者速超圣地，二者恶业消灭，三者诸佛护念，四者菩提不退，五者增长本力，六者宿命解通，七者必见成佛。逆时十方一切如来，不可说不可说诸佛如来及大菩萨，天龙八部，闻释迦牟尼佛，称扬赞叹地藏菩萨大威神力，不可思议，叹未曾有。时时道理天，悟无量香花，天衣诸因供养释迦牟尼佛及地藏菩萨已，一切众会祈福赞美，合掌礼退。地藏菩萨本愿经灌下，回向记，愿以此功德，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。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。